声镇西征专辑。头城镇长周天顺带领同仁，镇政全力拼，欢迎大头城。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平安，大家好。八一年，天顺主持头城镇政已经有三年外，三年来。天顺坚持实现镇政全力拼，欢迎大头城的这个竞选承诺，带领公所的这个行政团队打造山海明珠闪耀的头城。三年来，咱行政绩效得到省级机关的这个表扬跟奖励，超过了30多届。那么透过这个提拨计划，征收到省级机关的这个补助，超过有2亿外的这个建设经费。那么将坑里咧用的这个电扇来改做一个活化，创造6000多万的这个电库收入。这个资源，咱不断来改善着头城这个公共设施，提升为民服务的这个品质，加社会的这个福利。同时，咱嘛举办着大型的这个观光文化活动，创造商机来欢迎着咱的头城。龙溪发展。下埔德安养殖区是宜兰县重要的养殖企业生产区。内政部营建署2018年1月18日公告德安地方级暂定湿地，划设范围包括头城、大溪、纵围三乡镇，大约1417公顷，严重影响到当地养殖业者甲地主的权益。因此，公所以及自救会坚决表达反对划设立场。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在107年2月6日内政部公告取消。大溪渔港是宜兰主要观光渔港，但是缺乏渔获直销卖场，渔民甲摊贩被迫在渔港周边设摊，影响到港区的安全甲整体景观。为了解决业者设摊的问题，公所提供大溪渔港土地，并且积极协助宜兰县政府甲头城区渔会兴建大溪渔港观光渔会直销中心，规划熟食区40摊、生鲜区39摊，伫2006年年底完工。每一年11月到过冬年的2月是猎魔仔的季节，但是头城镇只有卫生两个地点提供予渔民来食魔寮，因此公所积极向县政府来争取正式到魔寮设置区。经过县政府同意了后，公所伫德安端第5地号土地来设置魔寮区。孤山岛海域是台湾三大渔场之一，也是头城赏金渔船重要旅游景点。公所积极向国家传讯传播委员会争取设置基地台，并且由公所提供孤山端235地号作为设置基地台的地点，以提升海上搜寻的品质，造福着海上作业的渔船以及伫遮旅游的游客。基地台已经在1807年1月完成施作，并且由电信业者来设置设备。为了协助镇内沿地农地有效利用，推动休闲有机农业，特别向县政府争取幸福宜兰农地银行示范计划奖励金。第一批幸福农地7.77公顷现地农地出租，限定友善加有机建筑。参与计划地主，除了会当收取到土地租金以外，也会当得到县政府每公顷10万元的租金奖励。上租人也会当提出了生产计划，每公顷上悬会当得到县政府156500元的奖励金。头城镇立图书馆边啊有2笔公共设施保留地，为了要妥善管理运用，委托着中青进修协会维护管理，规划成中青农园，面积有大约176平。目前规划20条菜果，提供予咱镇民报名进修学院来进行园艺班的学习，体验着有机农民的田园趣味。向前冲！由旅游业者所举行的“台湾真水，我的家乡上水”网络票选活动，宜兰县得到冠军。其中头城占了4位景点，分别是英时间、金车博朗咖啡馆、南洋博物馆，以及全球最酷小岛的孤山岛。外澳的沙堡也得到了10大魅力水域。
旧草岭隧道自行车道，这是得到明日旅游业大奖。为了推动桃城镇观光旅游，公所在1804年开办连续三天的音浪头城活动，除了邀请10多位知名歌手和乐团精彩表演以外，也配合周边陆海空 3D 活动，每一年都吸引40000多人来参加，创造了经济产值45000万，成功行销山海明珠，闪耀桃城。啊，咱桃城的这个港澳沙滩获得了十大魅力水域。啊，这个沙滩是啊，相当的平坦，相当的广阔，也等于讲是陆海空 3D 的休闲好去处。啊，咱以这个所在来办这个沙滩的赛事哦，已经连续了好几年，今年特别规划这个极限运动，最主要要让大家有一个不同款的这个感觉。春节期间是返乡和观光人潮主要季节，为了要营造欢乐的气氛，公所每一年都以生肖来作为主题，搭配着灯雕装饰。在桃城火车站前广场、桃城行政中心、桃城商场、桃城镇立图书馆、桃城大桥、桃城交流道等位，精心制作应景的春节布置。宜兰七夕情人节自2004年开始举办，相约在桃城，因此公所积极向县政府争取，2015宜兰七夕情人节第一届来到桃城乌石港，这届活动以幸福宜兰情定山海创意设计，并且甲山海明珠闪耀桃城，地方特色互相配合。计划着南洋博物馆迎接了各主题公雕艺术表演。营造了独一无二的七夕情人节，相约在桃城的浪漫气氛，大大提升了桃城的观光知名度。桃城迎日光活动是台湾最有特色的跨年活动之一，除了安排了真侪歌手来献唱以外，也有富冈山提供腊八粥和姜母茶。2016年开始结合着曙光追风单车105K 活动，每一年都吸引了数千人来参加。石城因为海底生态丰富，景观优美，因此被真侪畅水的游客讲成是小三峡。为了了解海底资源，公所特别委托中华水下考古协会来进行着海底探勘，以作为将来海中环境保育、畅水景点开发的重要参考。为了推广桃城多元的观光发展，公所特别委托陈宏儒艺术家制作观光明信片、观光行李手札，内底有14幅以桃城在地特殊景观加节庆主题的水墨插画。并且委托铅笔马丁艺术家制作桃城老街连环图相框明信片的艺术作品，同时也委托着南洋技术学院数位行销系制作影片，介绍咱桃城观光景点和旅游的特色。桃城火车站两边的环境长期拢杂草真多，尤其是道边的铁路用地拢非常的脏乱。为了配合桃城火车头的整修，同时美化咱市区的环境，公所在1805年提拨火车站两边沿线的步道景观改善工程，争取到内政部城镇新风貌计划补助进行改善，建构了一条具备着生活甲休闲机能的步道。路畅通，国道5号开通了后，大大缩短了台北宜兰之间的交通路程，成为重要的交通联络道。但是因为带来大量的车辆，那到假日的时阵，桃城塞车就使人非常的头痛，严重影响到桃城镇人返乡的权利。公所甲地方里长强烈建请中央政府赶紧来拆建着基福公路桃城延伸线，来作为国道5号的代替道路，有效来提升道路交通的容量，来改善着雪山隧道塞车的情形。吉祥桥是衔接桃城市区到大九线北宜公路以及国道5号桃城交流道的重要联络道路。
因为九龄有达到40年上过脑骨，而且有阻碍通水的考量，因此公所甲地方人士积极向县政府争取改建。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将会在1806年1月完工通车。为了提升道路安全性，以及因应乌石港假日观光的车辆，公所积极向中央建议改建金马桥、甲德安桥，并且拓宽道路。经过环境影响评估审查通过了后，1807年公路总局正办理工程作业当中。为了打造更加完善的头城公共运输接驳网络，县政府在乌石港新建一位转运站，在1806年2月开工，规划有旅客候车区以及三个大客车的停靠月台，在1807年4月启用。头城老街全长大约有700公尺，原本的青斗石铺面坎坎坷坷，非常歹行，常常致使着老大人无小心跌倒。而且真侪年来使用，以及车辆地过了后，真侪铺面的土石拢已经损害，因此公所积极来争取着经费征收，铺面改善工程分成三阶段完成。第一阶段自沙城路到民丰路，第二阶段自南门路到沙城路，第三阶段自民丰路到北门福德寺。整修了后，道路不但平整好行，而且铺面也采取着工艺工法来铺成石港村旁的土样，入口还有高温窑烧的手工砖来雕塑，让头城老街的路景更加美丽。头城商场路面原本是石仔铺面，经过几十年使用了后，路面非常的老旧破损，而且有真侪坎坎坷坷，不但影响到交通安全，也破坏市容。因此，公所积极争取改善经费，除了铺设点仔加路面以外，也以混凝土彩色瓦灰的灰砖来设计着顶灰的图样，提升到咱头城镇道路品质，确保人车交通安全。公所每一年都会全面来检查着咱辖区内道路状况，针对着破损的路面进行改善。为了鼓励头城镇内客停车加速来替换着计费表，除了咱县政府补助2000元以外，公所搁较补助新设的计费表1500元。天气晴天就热风。头城古有图书馆前身是公共慈善大千戏院，后来改为图书馆使用。因为结构老旧，头城镇立图书馆在1998年7月搬迁到头城行政中心，头城古有图书馆就一直拢无使用。公所每一年需要支付70000元的维护管理费用，为此特别提出活化计划，将古有图书馆设置地上权进行招商，并且在1806年2月15日完成签约手续。头城古有图书馆的设置地上权面积有1665平方公尺，未来将会起一栋地下2层、地上6层的商务旅馆。地上权合约有50年，管理金是3400万，兴建期间每一年付公所70000元，营运期间第一年到第三年年租金是70000元，第四年到50年年租金是21万，未来租金将会依照每一年的地价税来调整计收。除了活化古有图书馆以外，公所也积极活化其他占有的土地，包括孤山岛占有土地出租1年4个月，收益是32000元；二城国小建地短期出租，收益是90万；二城国小建地20年出租，年租金是30万。乌石港停车场委托经营2年，收益是483600元。大溪停车场3年出租，年租金是775800元。乌石港广场用地出租1年，收益是116000元。公所活化占有财产有成，签约金额达到10.2亿，包括兴建、营运成本以及管理金加租金等等。占宜兰县政府1806年已经签约的案件，签约金额达到了82%。得到了财政部核定奖励金515300元。都市更新换新装。
为了维护镇内环境品质，落实着环境卫生整理，公所每一年拢会定期举办国家清洁周、清洁家园总动员、海花沙堡以及防治天狗日等等的活动，得到了各项环境清洁科学的卓优成效。头城镇目前有五条粪扫车迁运路线，总共有11台清洁车以及13台资源回收车调度服务，其中50%以上拢是新车。为了提升粪扫清运效率以及有效节能减碳，106年争取宜兰县环保局补助2台上新型的电动压缩式粪扫车，并且在106年12月8日投入全镇的粪扫清运行列。公所自104年争取到资源回收车1台，105年争取资源回收车以及电动压缩式粪扫车各1台，106年再个争取到电动压缩式粪扫车2台，合计争取到上级政府补助以及公所自筹经费，大约有1500万。桃城镇公所旧有的办公厅舍已经有46年，建筑物非常的老旧，因此公所积极争取到经费，新建到桃城行政中心，经过2年动工兴建，在105年12月完工启用。桃城行政中心是一栋地下1层、地上3层的现代化建筑。采用着空间亲民化、环境公园化、建筑特色化为理念，得到了县政府评选是第5届公共工程优质奖。为了营造桃城行政中心周边的景观，公所在后壁空地啊来进行着绿美化，打造着林荫步道的景观，树木非常的多，生态非常丰富，常常吸引着鸟类伫遮来栖休。时常吸引到台湾蓝雀伫遮佚佗，非常的好看。金门溪石碣桥边仔有一笔土地拢无登记，长久以来无妥善的管理，公所将伊拨迁使用，来配合着植树节活动，将伊打造成美丽公园绿地，并且委托着桃城木球协会来维护管理，确保着环境品质以外，嘛兼做木球场来使用。社会福利再升级，公所每一年年终寒冬送暖的活动，拢会收到了各界捐助将近100万的善款甲白米，针对着镇内中低收入户以及独居老人、安养机构、甲长青食堂等等的弱势族群，来拜访甲递赠着白米慰问金。除了来捐赠着物资和需要的乡亲以外，也为咱的桃城社会带了满满的关怀。为了因应少子化的现象，鼓励镇内妇女增产报国，公所在104年推出了“疼囝123”生育津贴，1体1万、2体2万、3体3万的补助，比全县补助的水准更加高。107年，公所更加推出幼童餐点费补助计划，每一位幼儿拢会当得到公所每个月800元的餐点费补助，减轻着父母的负担。除了对幼童的照顾以外，公所对中正的照顾也非常的用心，因为真侪老大人拢已经无喙齿，影响着饮食。公所伫107年开办老人到紧喙齿的补助计划。提供上悬5000元的费用补助。弘扬敬老是台湾传统的伦理，为了表达对世代人的敬重和关怀，公所连续2届调整到敬老津贴，而且也到百岁人瑞厝内来祝贺，准备到敬老的金牌以及猪脚面线，向人瑞老宝贝敬上上悬的祝贺和敬意。其他敬老礼金，则是由公所李干事亲自送到厝内。为了加强照顾本地弱势家庭，公所特别运用仁爱基金，结合各界慈善捐款，107年开办着弱势家庭免费投保意外保险的计划，协助弱势家庭主要的家计者投保着一年微型伤害保险，保险费由公所专业补助。
高龄化社会当中，少年人日时啊做事，四大人中道用餐非常的不方便。因此，公所伫镇内社区积极来推动长青食堂，开办着四大人共识的社会福利政策。除了原本孤山岛社区长青食堂以外，公所自1904年开始陆续开办着新建、开兰、大坑谷、甲巴拉拿等长青食堂，让低收入户的长者完全免费来用餐，扩大照顾着咱头城的老大人。目前头城镇65岁以上老大人比例是16.33%，甲全国12乡镇市老人人口来比较，是占第三名。为了迎接着高龄化社会，创造优先幸福的城市。镇公所伫1904年10月开办着开兰食堂，增设着老人日托中心。伫1905年12月开办宜兰县头城长照2.0社区复合型的服务中心，提供着长照甲特殊需求的服务。目前长照1.0伫新建社区服务据点，长照2.0有5个据点，分别是圣方济长期照顾中心、福星社区活动中心、孤山社区活动中心、港口社区活动中心。港口以及大坑谷社区在1906年9月27日成立长照巷弄服务站，是本镇第二批开办长照2.0的据点。为了提倡着银发族健康休闲活动，让银发族会当以歌会友，交流着唱歌心得互动平台。公所伫1904年开办着头城好歌声银保歌唱大赛，吸引着真侪介意唱歌的老大人报名参加。此外，为了要提倡终身学习，鼓励退休人员以及社会人士多多进修，公所伫1904年开办着头城长青学院的研习营，课程非常的多元化，让长者退而不休，加入了快乐学习的氛围。同时，为了要让高龄的镇民对上资讯时代，公所伫1906年得到了教育部核定专业补助，伫头城镇立图书馆，设立头城数位机会中心，中心配置了16台全新的电脑，以及10台 iPad mini 平板电脑，让长者会当得心应手。因为少子化的因素，大坑谷、中仑啊、下埔甲顶埔分班，这个儿童的人口数拢非常的低，需要混龄教学。为了要提升对未来主人翁的照顾，镇内的镇立托儿所特别了设立分班整并的改革，提升了幼儿教育品质，采用多元教学，让学童有无同款的学习经验，同时全面来均衡发展着各项能力。而且为了要改善幼儿园的整体环境，幼儿园分别在1904年、1905年来办理着园舍改善工程，针对着本园以及中仑啊分班的教学设备、游戏设施、厨房的设备做整体性的改善。我们让我们的小朋友实现这个梦想。啊，我们今年特别打造了7座的这种气垫游乐设施，也就是完成各位的梦想，也让你们能够今天挥挥汗，在这个地方过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为了庆祝儿童节，公所结合理想启程国际公益活动，募集了完成2000多位咱头城小朋友的希望留言。在所有小朋友非常寄望之下，李宇奇载满着咱儿童的希望，升空祈福，让咱儿童一个有梦上水的未来。发展头城新地方。头城是开兰第一城，头城老家又阁是开兰第一家，人文荟萃，自古文风鼎盛。但是随着了时代演进，老家的风华、人文的艺术、甲传统的历史，拢渐渐予人放袂记哩。为了要展现文化的内涵甲精华，公所自1904年开始推动一系列文化发展的活动，首度举办着复兴人居文化创意。
以吉祥物福禄加富贵金针菇设计，107年又增加着长寿金针菇，代表着福禄寿。结合一系列民俗文化活动，千人采鸡、大细菇选美、趣味竞赛、文创商品的展示，就有地方民众的参与，来办门福德庙的趣味竞赛，重新来结合着地方民众对于老家历史文化的重视，找回来咱头城老家的历史价值。此外，为了要传承歌戏的文化，公所更加邀请到全国有名的歌戏团明花园总团来演出，精彩表演吸引到数千人观赏。一球风雕无双吧，一球国泰民安吧，三球祝老下阿舅平安，风度大典吧。除了精彩竞赛和表演以外，公所也席开百桌，福神享宴，好民众来吃到头城古早味的美食。慢慢寒暑假要去倒位？寒暑假是咱儿童和青少年的两大假期，为了要让学生在放假期间有一个健康的休闲活动，公所开办到新春和夏日电影院，来播送到适合客家观赏的热门电影，让咱的亲子之间会当有共同快乐的回忆。地方文化创意是经过地方人文的背景，透过创意发想，转型为各种有形的商品和无形的艺术。为了要推动地方的文创产业，由公所同仁共同来发想，以孤山岛造型来设计出孤山岛适合伊的餐具组。这项地方文创商品得到了智慧财产新型专利。为了怀念开兰先人，由公所同仁集体创作，在作曲家潘芳烈谱曲之下，完成了第一条文创歌曲《头城咱的名》。公所嘛订定了头城镇公所文创艺品授权作业要点，欢迎着有兴趣的民众申请授权使用。春联是每一年新春期间家家户户拢会搞的吉祥装饰品。公所每一年都会举办大师挥毫赠春联的活动，邀请到知名的书法家现场来写春联，免费提供给民众来贴，并且依据了每一年的生肖，印制了创意贺岁春联，赠送给全镇家家户户，来表达着镇公所的祝福。头城自古文风鼎盛，但是时代变迁，真侪作品都渐渐消失。为了让头城艺文永续发展，公所自97年开始建立着鲜明的文学，出版《李雪斋诗文集》《庄芳池饮草》《魏冕斋诗文集》《刘梦竹饮草》《黄振芳饮草》《康燕泉饮草》《头城导览》《石岗春帆》《头围上河图》《卢史云诗文集》以及银灯银社社员作品集，总共有11部，汇集成咱头城史料诗集大全。为了使艺术更加深入咱地方，公所每一年拢会邀请艺文团体来头城表演，就由多元化的艺术表演来培养着咱民众艺术欣赏的风气，传承表演艺术。头城自古以来都有开兰第一城的名称，为了保存历史的记忆，头城第一届来举办着耆老访谈，口述历史记录，由地方的耆老口耳相传，保存着各地历史，而且也要推动着地方社造的教育。头城公所开办着社造员培训班，邀请着专家学者，解说着社区营造的方法和策略。培养着新生代社造员，厚植咱社区营造的软实力。消防平安，祝心安。头
头城地区非常的长，而且面临着太平洋，长久以来受到了风台的侵蚀。1906年7月29号，尼沙风台侵蚀着台湾，风力上悬有16级风，造成着头城真侪位路灯、路树、甲电火条啊、路名牌、反射镜、交通号志，拢严重受害，影响着道路交通甲家户的用电。左建村镇长孙氏专程的各地来视察着受灾情形，马上指示了启动紧急的应变机制。公所甲相关单位调派着人力以及着车辆机具，马上投入了灾时抢救的工作，迅速来恢复了道路交通以及家户供电。在全球极端气候之下，面临着风台、土石流、大雨等等的天然灾害，只有多一分准备，才会当减一分灾害。因此，公所每一年拢会定期来举办着灾害防救的演练，民防团当年拢会进行训练，移动式抽水车买来气运转以及操作的演练，土石流防灾宣导预防工作，模拟各种的灾害应变处置，希望会当打造着反应快速，来推动着防灾防救的措施。为了加强河道排水量，在风台大雨季节的时阵，未影响着民众，让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公所每一年拢会针对顶管的河川、野溪、甲雨水地下道的清淤的工作进行准备。同时，公所也积极改善原有的分洪道、雨水排水道的排水功能，增加着排洪的容量。大溪谷较低地区，若到大雨的时阵，拢会积水难消。为了改善大溪谷较低地区排水系统，公所积极向上级政府争取补助，得到了行政院核定补助7580万，办理着头城镇五一号道路西干线雨水下水道工程，采取着分洪的方式来加速市区的排水，完工了后会当有效来解决着区域积水的问题。灾害结束就是福建的开始。1906年尼沙风台造成了全镇路灯损害达到了600%，主要因素是原有的40瓦日光灯具比较较烂，因此公所采取着体积比较较小、照明功能比较较好的 LED 灯具，而且未来将会分年分配的方式，渐渐来替换全镇的路灯。另外，风台造成多项公共设施的损害，公所也积极向上级政府争取复建的经费，迅速办理各项灾害复建工程，提悬了受灾区风灾强度，降低了未来再次造成伤害风险。3、2、1，起哦！咱今日终于来加电梯，终于来加完成这个云端监视器的这个设置。咱云端监视器的设置吼，咱目前是每一里啊设置2支4个镜头。这拢是由咱里长吼，因亲身落去挑选的这个需要的这个所在。为了防治犯罪，提升着全镇的社区治安，公所全面来建立了社区监视器。同时，考量到日后维护的需求，全面采用云端监视器。另外，为了要防范风台，也做到了先期预警、及早应应的工作。公所也建立了各里的预警广播系统。电力服务真轻松。便民服务就是为了要接近民众的需求，最接近民众的需求就是咱的林长。林长是咱组织当中最基层的服务尖兵，因此公所在1807年为咱镇内262位林长来添购了自行车，让林长会当穿街走巷，更加便利协助咱公所传达着政令以及服务咱各行的民众。另外，公所也加码，让每一位林长每个月500元的事务费，让咱的林长更加会当发挥为民服务的功能。调解委员会主要是要协助咱镇民调解纠纷，并且提供法律咨询的服务。因此，为了要提升调解服务品质和效率，
自1004年开始，法律咨询驻点服务自每个月一届增加了每个月两届，并且甲宜兰县法律辅助基金会合作，提供网络视讯法律辅助。头城镇地形非常的长，为了要便利咱偏远地区镇民的洽公方便，公所自1004年开始正式启动行动办公室便民服务方案，由李干事来配备着行动办公设备，针对着一般民众的需求申请案件，做到了第一线即时服务。每一年清明扫墓期间，车条甲人条拢造成扫墓民众非常无方便，因此公所推出了清明扫墓八大便民的服务。除了有公墓来扫除杂草，同时也有服务台、储水车以及流动厕所、停车场、交通索道以及接驳车、百合陵园的春季祭典。并且伫1007年开始增加着平安粥甲环保面纸。此外，民众如果将金纸交予公所集中处理，阁会当得到挂金包装的白米一包。最近这几年，政府大量提倡之下，殡葬的方式渐渐使用火葬，因此对于肋骨塔的需求非常的增加。公所百合陵园风景非常优美，会当看到太平洋，成为了商家的首选，造成了真侪肋骨塔拢无够使用。为了要满足民众的需求，公所分别在1005年甲1006年扩充着 A、B 两栋肋骨长的肋骨位1016座。为了便利民众洽公，公所甲户政事务所达成合署的办公协议，伫头城行政中心1楼大厅设置了6个户政事务所业务柜台的窗口。并且甲民众洽公上届有关系社会课甲民政课相话，民众拢会当伫个同时之间来承办着民政以及户政等等的相关业务，提供洽公镇民搁较便利的服务。1006年全国运动会排球比赛场地选伫个咱头城镇立体育馆，公所特别向宜兰县政府争取着经费进行设施的改善。目前馆内有各项体适能健身室，提供运动比赛、积分以及集合场所，让民众多多来利用。头城免费接驳巴士，分别行驶到山线甲海线。为了减少民众等车的时间，头城镇公所在1004年举办着以巴士的服务，提供民众公车即时动态资讯查询。另外，为了要提升公车便民的服务，公所在1006年增加着头城行政中心站、大坑谷、中兴宫以及大坑谷协天宫等站扩大行驶的路线，并且在复兴桥站、头城行政中心站、外澳啊游客中心站、甲东庆市停车场站设置了候车亭，未来将会增加着乌石港站、和平社区、石城火车站、石城港站以及顶顶的候车亭，来提供给民众等车使用。为了提升头城镇立图书馆读册的照明环境，公所在1006年争取到经济部能源局发光二级体先进照明推广补助计划，将图书馆照明全部换成发光二级体智能照明的系统。不但可以使到电工照明比以往更加光，而且也可以节省到40%以上的用电量。为了减轻民众奔波之苦，公所配合宜兰县政府地方税务局运用依法以及跨机关整合，提供远距视讯的服务，让在地乡亲可以上京到公所在办理税务案件的时候使用。1006年度公所服务案件达到了1615件，得到了各乡镇市公所税务视讯服务的第一名。各位乡亲，镇政的推动是一条无限延伸的这个道路，天顺带领着镇政的这个团队，一步一脚印，用爱来经营头城，全心全力来付出，追求着镇民的这个幸福生活。三来明珠，什么头城是咱大家美丽的这个期待。天顺需要乡亲的这个收听和支持，共同来打造欢迎的大头城，感谢大家。